我以为亲娘，你们空间挺大呀啊，这一切肯定得是个豪门大户啊，怎么着也得是个员外。小姐，别再分析了好吗？看，有啥好看的？这儿会不会有神仙姐姐啊？对不起，这儿只有凌云姐姐。 这儿怎么这么臭啊？放心吧，不会是尸臭，都干了。哎呀，你别吓我！<笑>你还笑得出来？那怎么办？投降啊！ 还剩多少人？截至目前为止，还有20多人落网。老铁，找一下当地派出所，请他们帮忙，给我们找一个熟悉这一带山区地形的向导。好。真没想到，这帮小鼠给我们上了一课。 差不多走吧啊！要不跟院长说说，找个人换个班吧。医院也抽不出人来了，坚持吧。人家猛虎不也坚持的吗？ 咱得全力配合兄弟单位工作呀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开车吧。 Thank you.
我们张所长说了，全力配合你们这次行动。谢谢。这位是向导，是，他叫李老幺，是我附近李家村的，对这一带地形特别熟悉。报告首长，好，我八岁就在这放羊，后来还当护林员，这一带大山嘞，没有我不熟悉的地儿。好的，请别叫我首长，我是人民警察，这一次还要感谢您的帮助。我知道，特警嘛，特警一来。 准有大案子，能给我透露点吗？您看看懂地图吗？能，我当过兵，正经受过训练。太好了，请跟我来。好的，你去吧。 老乡，您看得懂吗？我以前看的都是纸地图，这电脑的还真生。老乡，这纸地图和电脑地图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显示的方式不同。您别着急，慢慢看。好像有点看懂了。看懂了，看懂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，知道吗？这是一条大山沟，叫野熊沟。 野熊狗，啊，有熊吗？别说熊了，现在连兔子都少了。老乡，这野熊沟里面有能藏身的地方吗？藏身有，山沟里有座古墓。古墓，啊，听老辈人说。 不是以前当过兵吗？现在考验你这个老兵的时候到了。明白，我是特种兵，时刻准备着。程序编好了。太好了，师姐，那赶紧找安全区吧。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进入他们的指挥系统，必须跟他们联网，他这样一来就会暴露我们的位置，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。你需要多长时间？最少5分钟。周围全是老队员，5分钟之后，我们跑不了。那我们不是白干了吗？啊，被那变态水龙头追得漫山遍野的跑，跑到人家人生的后花园，打扰人家生活，我们这干啥呀？你小声点。 他说的对，这次我支持他。我有个办法，我先潜出去，然后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再进入他们的指挥系统，寻找安全区。这样太危险了，师姐。要走，也得咱们大家伙一块走。
你傻呀？嗯，我一个人的目标总小过二十几个人吧？就算我被他们发现了，也总比全军覆没的强。那这样，我陪你去，我陪着你师姐，咱俩一块去，我保护你。郑池，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？他说的对，不能没人保护你。是师姐，郑池到，我陪他出去。啊，走吧。我不是你们眼中的弱者，我不需要保护。咱俩是一组，你要是完蛋，我也跟着完蛋。没时间了，快点，快！少飞，我师姐要是有半点闪失，我绝饶不了你。你放心吧，你师姐要是暴露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师姐小心。我就跟他老人家求过，可灵了。我跟你讲，老爷爷可喜欢我了。
我们要找到坐标，制服。怎么样？奇怪。什么情况？整个任务范围内的地图我都找过，根本就没有 SG。怎么会呢？我再找找。收到，正在赶往指定方向。好的。确定了？没有。什么没有？安全区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全都找过了，我们被他们骗了，根本就没有安全区。李龙头的性格还真能干出这事儿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快回去带大家转移，快！哎，等等。啊？怎么了？这有份加密地图。我需要解码，那就赶紧解呀！那你急你来，你水平高，你来，我来给你放哨啊！我给你放哨。基地的直升机机场，是哎，你上哪儿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玩了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我觉得你能。我说了我不能。不，你无所不能，你是师姐，真的。你干嘛？坚持一下。你给我死！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！首飞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走不了了。
你自己走吧。你真的想当俘虏吗？没他们这么玩的。先脱险再说吧。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他们是欺诈。演习就是战场。战场上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你能保证，真正的罪犯会按套路出牌吗？ 师姐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！不是你教我的吗？演习就是实战，你个头啊！打死人要坐牢的。哎，干什么？ 哎，死尸兄弟，能记个手雷不？不许动啊！ 枪声，没错，是枪声。师姐，走啊！红头龙呢？我是蚊子，在我们身后约两公里处发生枪声，什么情况？完毕。跟你没关系，继续搜索。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老乡，咱们得快点走了，快了，不到一里地了。 老乡，保定我啊！好了，肯定是鸿飞他们出事了。鸿飞，小黑，你留下，志刚，我们出去应。老乡，情况不明，不能乱动，外面除了他们俩就没人了。你就让他们俩去吧，如果鸿飞真出什么事儿，我们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是，老乡呀，放心吧。 志刚，动，走，小心点。
去哪儿接应他们呀？奔着江城去，快！ 回头，回头！按规定，你们应该是尸体了吧？把枪放下。放下！尸体是不会主动交枪的。 你都这样了，还想着作战呢？你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吗？我登上过。我的前辈们告诉我，上山的路只能进，不能停，更不能退。不登上山顶，永远都是失败者。 让开！到了，到了，快到了，就在前面那古墓里啊，藏个20-30个人没问题。哎，我是老了，年轻时候体力不比你们特警差。 什么也没有啊！这几号人发现什么？需不需要换岗？你说呢？据他们肯定还没有跑远，给我追！走，走，老肖，暂时不用您带路了，您在这儿等着，我安排人接您。
快走，快走，走走。站着，店长们先走，我跟小黑找一个高地解决后边的。你小心，快，好，快，哎，走走。什么情况？小五应该在这个方向。等等，你左右，明白。一命，一命，一命。完了，好像被他们发现了。不对，可能上知他们被抓了。快走！哦，又赚了两个。一中队都有，马峰。马峰猎器给我们带队，是。小队长，是。是。蚊子，跟我来。来，一会儿查你俩去的时候是谁啊？好苗子。嗯，我也发现枪放下！秋冬再过几个，心中依然记得，记得当初的信念，那面盾牌的金色。秋冬再过几个，口中依然唱着，唱着不灭的友情，那份真挚的独特。我们的勇气化作了传说，一字一句都在风中镌刻。永远炙热。
再过几个，心中依然记得，记得当初的信念，那面盾牌的金色。秋冬再过几个，口中依然唱着，唱着不灭的友情，那份真挚的独特。